会的吗？对，等一下开完会再跟大家说明。为了人还在北检的主席柯文哲，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一大早就来党部开会。就开会啊，先开会，我们讨论。谢谢带过，就往楼上开会。民众党有备而来，看着记者会，党公职大阵仗一字排开，炮口对准北检。台北地检署公然说谎，昨天在搜索的现场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进行搜索的？前一天中央党部搜索，明明检联告知，告诉外界仅限柯文哲办公室，但民众党调出监视器，指控检联人员不但在公共办公区域东翻西找，甚至还随意翻动同仁私人东西。那北检是不是要公开讲，柯文哲卡打鬼收宅，拢爱搜索，柯文哲眼睛看过去的柜子，都应该要打开搜一搜看一看吗？质疑搜索过程有瑕疵，侦讯方式也有问题。民众党质疑柯文哲因拒绝夜间侦讯，遭到检方当庭逮捕。民众党对检联30号到31号10个多小时马拉松讯问柯文哲有意见。经过了19个小时，配合调查侦讯，没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累。我们对于柯文哲主席拒绝接受检方长时间疲劳的讯问，捍卫自身合法的程序权益，我们表示全力的支持。捍卫主席抗议司法，民众党整装备战，为下一步司法不公预做准备。TVBS 新闻张家宝、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